叫何永泉，1958年考入天津戏校，在戏校学习这七八年吧，得到很多艺术家的指导。我给杨宝忠老师画过一个寿字，里头镶的都是莲花，画完了以后他一直贴在他那个墙上，所以这样呢就是产生了对脸谱的兴趣。82年我拜了袁少艾老师，跟袁老师学了牛宝昭、亲霸王别姬呀、秦建华这几个戏。袁少艾老师对我在画脸上也很多指导，他有一次就跟我说，你给我准备几幅脸谱，人家经常有的朋友送了我很贵重的这个礼品啊，你给我画脸谱作为回赠的礼品，这样有个礼尚往来嘛。他作为礼品去回赠这一些个朋友，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然后又拜了著名书画家孙奇峰先生，跟孙先生学书法、学篆刻。我退休以后吧，给这个天津的几个剧团吧都排过戏，同时也在教学。我也希望除了教戏之外，在脸谱方面，我也把我知道的尽量的教给他们。都画一边大的就不好看了，哎，这样可以灵活一点。工于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纸墨笔色这四种你要准备好。现在如果把脸勾到这儿呢，肯定是错误的，绝对这儿你怎么带推头啊。郝先生这个叫三尖印堂纹，这个点眼球啊不要紧，就是这边的这个眼球要比那边眼球稍微点一点长一点，因为它有一种透视的关系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感谢您和我一起做这期节目，谢谢大家。这一期咱们介绍的是往纸上画脸谱。这往纸上画脸谱，据我了解，有好多业余爱好者，他们既是戏曲自己要唱要演，同时也喜欢画脸谱。我了解到好多这个专业演员，包括不是花脸行的，他们也有这种爱好。这个往纸上画的脸谱啊，是形式是多样的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几个样品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这个脸谱呢，可以画成立体的，也可以画成平面的，形式多样。你比如说这个，就是一种立体脸谱，画在石膏头上，啊，这是一种，这是立体脸谱。再有一种呢，就是侧页，我画的是这个三国戏的脸谱，就是三国戏净丑人物选，这里头一共有小花脸、大花脸，一共100个脸谱。这是一面，然后翻过来，前后这是画100个脸谱。这是侧页，画这种脸谱呢，就可以不用装裱了，因为它本身就已经这种裱好的纸，可以用广告色画的纸。要装裱的，必须要用这个国画色。这是一种横批，这横批呢，必须得用这个国画色来画。咱们画这种横批的时候呢，可以把它画成正的、侧的，让它有点变化，大的、小的，它看着就不呆板了。如果都画一边大的，就不好看了。哎，这样可以灵活一点。这就是扇面，这扇面有我的老师孙奇峰先生的题字，叫“人各一面，面如其心”，啊，就是。它可以用不同的形式，侧页也好，轴也好，扇面也好，这都可以保存起来。下面我就跟大家讲讲在纸上画脸谱应该注意的一些个事项啊。首先说，工于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就是咱们要画的话，要准备好工具，纸墨笔色这种。这四种你要准备好。笔，如果画大脸谱，这都不算太大的，
你就使的笔呀要大一点，画那种小脸谱就用一种小蓝龟，哎，那笔特别小，要你太大了以后画不出来那个纹络啊。这个笔是这样，纸呢，刚才我也说了，需要装裱的，像这种就要用宣纸，熟宣纸，因为国画讲究生宣熟宣嘛，两种嘛，必须得用，跟画工笔工笔画一样，要熟宣。如果要是咱们平常往图画纸上画，这个就要找一点厚一点的图画纸，那个不能用光面纸，像咱们做挂历那种纸，那是铜版纸，不吃色，那你画上色它在上浮着，你这种纸图画纸你画完了以后它渗到这个纸里头去了，所以这个因为那个铜版纸你没法把它色画匀了，所以这纸要用这两种啊，图画纸或是熟宣纸。墨呢，一般的来讲，如果咱们练无所谓，就一般的墨汁就可以画。如果要是需要装裱的，这墨要买好一点的墨。颜色，咱们都用那个装裱的，都用国画色，就是现在都是那种袋装的，很方便的，红的、白的、黄的都有，用这种色啊。那个如果不装裱，像刚才那种册页，就可以用广告色。广告色的色彩也很好。另外就是一个头型，做头型这得自己做。你像这种脸谱吧，你就得做这个正头型、侧头型，另外大小不一的头型都得有。你像这都得多少种头型，才这样，啊。另外这个头型呢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如果咱们是要画在扇子上，这个头型就比一般的你那个头型要宽一点。因为你要不装扇骨没问题，装扇骨以后你打开扇子很难把它打平了，因为这扇子打它老有那几个棱子，所以你要宽一点呢，那脸谱比那个稍微宽一点，它看着是正常的。下面我再说一下这个画脸谱注意的几个问题啊，这个纸上画要比脸上画难，因为什么呢？脸上人的五官是固定的，眉毛眼睛长在哪儿，咱们一说眉毛在哪儿画，就眼皮上的眉毛下的这儿就画眉子了嘛，对吧？鼻翅在哪儿画，都有固定的位置，因为脸是鼓的，是立体的。你在纸上是个平面啊，你要把这个平面要画成鼓的、画立体的，确实有一定的难度。所以这个就必须要把人的这个五官的部位要研究清楚了。有一个方法，做好一个脸壳。这个脸壳呢，就是你选准了一个脸壳以后，你把它画在纸上，然后对折，一角两边都是对称一样的，然后把它铺开了，找一个硬纸片把它贴上，贴上以后呢，你在这上再画，贴上以后你要画之前，就这几条线很重要。画好这个壳以后，中间那条线两边一定要量的距离要相同，它取中啊这条线，因为你画正脸、画正面的脸谱必须要两边对称，啊，然后这条线完了以后，在耳朵上下画两条横线，这两条横线起什么作用呢？你一会儿好找眼睛、鼻子、嘴的位置，就像这个，嗯。它这个比例是在这脑门上是分五块，分成五块，这个眼睛两个眼睛基本上在这个中间这块，两个眼睛啊，然后鼻子基本上骑着鼻子底这条线找这个位置，这俩的距离是相同的，从鼻尖到下颏到眼睛中间这条线是相颏的。当然人长得不一样啊，有的脸长有的脸短，这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脸型，所以咱们第一步做好纸壳以后要找出他这个脸，就等于拿铅笔啊把这个位置要找准，这是很重要的一步。你如果这个距离错位了，你将来画出脸谱肯定不对称，所以第一步要找准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的位置，把它找着。
尤其是这个中线跟这两条线很重要啊。另外就说一下这个眼睛的，咱们在纸上画的这个脸谱，眼睛要超出咱们正常人的眼，你要跟照片不一样，照片你眼多大就是多大，你在纸上画是夸张的，眼睛的比例要适当的放大，尤其像画这个张飞、李逵这种粗犷型的这个人物的话，眼睛大他才有神嘛，对吧？你像画曹操，像那个毛延寿这种奸邪小人的话，那个眼睛小一点，画小一点，但是位置要准确，眼睛要小一点。一般的这个画白脸都是三角眼嘛，所以要小一点。所以咱们要区别人物，根据的人物的这个人物的特点，哎，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，是奸臣还是忠臣，把眼睛的位置确定大小。你要把这个纸上的东西要画出神气来，关键是在眼睛上。另外，在纸上画还有一个问题，跟脸上是一样的，要把它画匀了，色彩要匀。在图画纸上也好，在这个宣纸上也好，上颜色一遍是不行的，一遍它必须吃到纸里头去了，你第两遍到三遍才能把它拉匀出来才好看啊。我再说一下画扇子，画扇面，这个扇面啊它不好画，因为它不平，它有那个棱，它折叠的扇子嘛。这个如果要想把它画好了，有一个方法，把这个扇面买来以后，咱们用一条干净的毛巾啊把它印湿了，印湿了以后拧干，把这个扇，把毛巾拿着扇子一层层卷起来，卷在毛巾里头啊，这么卷好，卷那么待这么两分钟三分钟的，它这个潮气就都吸到这个扇子里来了。然后您打出来以后，然后拿出来扇子以后，借着这个潮气把这扇子折叠，这么对折，这不叠成四折了吗？如果两折也可以，就找叠完了以后压在一个木板底下和玻璃板底下都可以啊，上面找一点重的东西把它压平，超过它的位置，这样呢，等它干透了以后，这扇面这就是经过处理的扇面，就是比较平了，你这画就好画了。然后你在装扇子的时候它不受影响，你还按原来那个折给它折好了，一插扇子一点也不受影响。所以这方法是也是我老师孙奇峰先生教给我的，所以画起来就方便了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。下面是咱们就往纸上画画，好吧？还是哪位朋友跟我一块来？我画，你们也跟着一块画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来。来，欢迎二位啊！哎，好，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，跟观众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刘震，是一名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的京剧花脸演员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名退休工人，今天呢有幸被中央电视台跟我学院栏目组邀请。向何老师呢学习，谢谢何老师。好好，第一，这个往纸上画的程序，第一步是就是咱们找准了一个头型，把它画在纸上。好，那咱们一块儿来。这个头型也是啊，要把它那个，你看它上面都有虚线嘛，要把它摆正，点好它的位置，眼睛的位置要先标出来。咱们是这样，一般的来讲，如果你要是初学的话，要把底稿拿铅笔把它打出来，这样找准的位置啊。你一般的眼睛啊，基本就是这么个位置。哎，当然，如果画熟练了以后，也可以直接跟勾脸一样，直接往拿那个彩笔直接往上画也可以。这里关键的是这个。就是中间这条虚线，鼻子这条虚线，这画侧脸的特别要注意这个问题，它有一个
两边它不跟正脸一样，正脸是两边对称的，完全对称的，侧脸就不一样，侧脸要把这个鼻子两边的这透视关系要给它搞清楚，关键是这个把第一步把这个虚线找出来。把鼻子位置找准，这点地方鼻梁是塌进去的，这儿应该鼓出来的，这点地方也要把这个找出来，把这条虚线找准啊，这儿把这个嘴的位置找好，这个比例的也要注意，这个比例一般的咱们这个嘴的宽窄要比鼻子要宽，啊，鼻子的这个眼睛的比例现在是放大了，跟咱们正常的眼睛不一样，要画这个画在纸上，眼睛要放大，还显得有精神。这个嘴唇呢，刚才也讲过，就是下嘴唇，上嘴唇没有，上嘴唇是黑的，戴上眼镜就盖上了，啊。然后如果画这一块呢，因为这个勾过脸的人，当过演员的，往脸上画过脸的都知道，这个脸是不能画到这儿的，没有把脸画到这儿来的，因为你要勾脸，它有一个侧面看，它是带网子呀，它有一个黑网子呀，这一块是肯定勾不上的。现在如果把脸勾到这儿呢，肯定是错误的，绝对这儿怎么你怎么戴盔头啊？所以这块要把黑留出来，一个留出来这点这个位置呢，跟后边的底下有区别。咱们如果是勾白脸，你这直就是白的，它没有反差了。这块留出来黑，就等于是勾脸那个戴的那个网子那个色彩，啊。然后如果咱们今天画的是马谡的脸谱啊，马谡的一个侧脸，马谡是白三块板，第一个还是要找准眉子的白眉子，也就是郝寿臣先生说的这个叫眉间白纹，找准这个位置啊，这本一样，找准它，然后找这个黑眼窝的黑眼窝和黑眉子的位置，这个眼窝啊一定要注意往上挑一点，这个郝寿臣先生讲啊，马谡的脸谱是一个窄脑门，那个绷着脸，这个因为马谡这个人物是刚愎自用的，他不听别人的，不听别人的意见，他自己有他自己想法，但是最后失败也就失败在这儿了，就把这个人物的特性画出来，这点地方也不要留得太宽，然后画鼻窝，鼻窝马谡的鼻窝不要画得太宽。基本这轮廓就有了啊，这个第一步呢就是打底稿，这底稿你要打的要规范要整齐，我这样画不行啊，不想在纸上这么画，就是这一块郝先生这个叫三尖印堂眉，印堂纹，这个过去我们老师也讲过，这个叫慈骨印，大家看看那个慈骨印，武生经常戴那慈骨印，他就用的是那种形状，有的是就勾一种枣弧形的，中间宽，上两头窄，一种枣弧形的那个行子，轮廓打出来以后就可以上色了。
这点画这的时候可以把那个上粉脸蛋的位置留出来。好，白的完了就可以画粉色。这个粉脸蛋跟那个眼窝这个距离要保持那个均匀，就是侧脸一定要注意这两边的这个关系，鼻子两边这个关系要给它搞清楚。然后是这个纹也要套一下粉。这个上红色的时候，把那个粉边一定要留出点儿。这个灰色呀，实际上一个是起着这个层次的作用，另外还有一个找旗儿啊。你画的不直，底下那色画的不直，拿灰的可以找啊。这个拿灰笔要勾住这个鼻子这个轮廓来。这个鼻线用浅浅的灰色也给它画出来，然后像这鼻翅这儿就把这个轮廓画出来，这鼻子的立体感就出来了啊。用这个灰色也可以找两边的位置，你比如这儿刚才我就勾低了，这可以就往上抬的，看看两边的距离，脑门跟这个黑两边的关系对不对。下壳和耳朵要用那个肉色，就跟咱皮肤的颜色差不多，那个色就是用红的、黄的、白的在一块调，调完了以后你可以试一下跟皮肤差不多就可以了。画这种这两个眉的关系啊，黑的和白的这个关系，这块不要白，不要超过黑，因为白在脸上是最亮的。这个叫眉子啊，眉毛是指这，好像是说这个眉窝是指这个黑的，不是指这个白的。平常要爱好画脸谱，要注意观察人的脸的这个结构。我有时候走在路上，我就可以看，这个人像碎脸，因为他那脸上皱特别多，是吧？我说这个人像白脸，又胖，纹又比较少，特别这个呢，就你要研究他，你就要下功夫，这个。注意观察，对你提高这个绘画肯定是有好处的。
这点眼球啊很要紧，就是这边的这个眼球要比那边眼球稍微点一点长一点，因为它有一种透视的关系，就不能完全像这个眼的这么圆。好，基本就这意思了。画得很糙，没办法，我这使不上劲的。好，那给大家看一下，画挺好，挺干净的，画得挺好的，啊，就是这点地方啊，注意，这点地方，这应该这儿下来的，这儿不应该是齐的。另外你没套灰色，啊，灰色套出来以后就显得那个。鼓了，另外这鼻子这儿这两边的关系处理的不太好。好嘞，啊，这，哎，这就是眼睛画的不好，眼睛那个形儿出不来。哎，这个咱平常看看自己照镜，看看自己眼睛那形儿哪儿是鼓起来的。哎，最后要收的要揉啊。这个粉色这儿没留出边来。跟那个黑，哎，这个白这儿还要留出来，这有白边，哎，就像这项的，你看这边你有白边，这边没留出来，哎，这两边的白边要留好了，嗯，鼻子这边这个鼻孔没点出来，嗯，另外就这个刺过叶的位置，应该。咱们侧着看着脑门是鼓的，所以你把那弧度勾出来，把那弧形勾出来，这样就偏了，你看啊，歪了，啊，粉色太重了，粉颜色可以再淡一点，好吧？这个画册是中宣部和咱们中央电视台的领导一直是支持关心，让我画的这本画册，这是我是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呢。把这些个300个脸谱给画上，这个赠给二位啊朋友，新朋友啊，哎，好，来，你好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跟我学这个栏目，我是一名专业演员，以前更多的是往自己的脸上勾画脸谱，今天跟何老师上这节课，然后我学习到了很多关于在纸上画脸谱的知识，对我以后在纸上画脸谱的研究有特别大的帮助，特别的感谢何老师。近距离的和何老师领教了戏曲脸谱的画法，使得我受益匪浅，今后呢，在这条路上呢，继续发展。